今天我来到了这个是奉贤区蓝桥镇一个老房翻新的，业主本人在安徽啊，什么事情也聊得蛮好的，还约了个中介的小哥过来把门给开开来，让我在现场量房。其实价格什么东西，之前业主有平面图，然后有现场视频啊，然后我就能够帮业主报价了。价报好了之后呢，觉得还合适，叫我过来再看一下现场啊，那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然后基本就可以动工了。所以我一般我老板的原则啊，就是装修里面的话，如果说想要获取报价的啊，每个公司的报价包括工艺也不一样，那么可以就是提前把现场的视频，然后还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有一个平面图给到我们啊，然后聊得好的话，觉得可以的话，我再上门看房。那么这样大家都轻轻松松的啊，也节约彼此的时间，对吧？觉得不合适嘛，大家就 pass 了；觉得合适嘛，大家可以深入的往下聊一下。